这是一部网友评价只有高智商才能理解的片子，其内涵令人所思。一号木头人缓缓打开这个世界木门，好奇地看着周围，一座平台一世界。他望向平台前方有一堆瘫痪的木头人，他好奇地走过去，奇怪地看着他，捡起其中一块木块，闻了闻，似乎还很好吃的样子，大嘴一张，味道不错。一号瞬间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，似乎发现了新大陆。于是一号捡起死去的木头人的剩下残渣，满满的将其吞进饱餐一顿。然后他发现旁边还有一张纸片，好奇地看着上面的内容，他尝试读出上面的咒语，结果下一秒，世界的周围发生变化，大门发出亮光并再次打开，进来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木头人，我们称他为二号。两人都好奇地看着对方，一号打量着这个进来的二号，抚摸着他的身体，似乎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科学大门，只要念咒语就有新的木头人投向这个世界。于是他有了一个坏坏的主意，拿起那张咒语纸片，走到二号跟前来回比划了几下，商量着可以一起合作吃掉下一个进来的木头人。二号觉着可行，于是二号躲在门后面，一号在前面念起咒语。只见三号果然从门后进来了，比划着让他向前走来，然后二号则趁机勒住三号，两人通力协作，将三号做成了他们的美食。吃饱后的两人坐在旁边歇息着，但很快又饿了。二号站起来再次捡起那张咒语，让一号用刚才的方法再做一遍，但一号觉着现在我们都比较饥饿，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再次抓活，不如让下一个成为我们的队员，等下下一个再吃掉。二号觉着可行，然后二号念出那个咒语。四号木头人果然从门后面进来，一号给了四号一块食物残渣，他尝了尝也没说什么，然后又将咒语给了四号。一号和二号则躲在门后面做出攻击态势，不太聪明的四号似乎还不知他们要做什么，就先按照他们说的念出咒语。只见五号缓慢从后面出来，但很快就被一号和二号吃掉了。四号看到这一切算是明白了，很是气愤，怎么能吃同类。四号眼见形势不妙，赶紧再次念出咒语，将新来的木头人呼喊到身边，以达到势均力敌。两边互相吵，谁都不愿服输，最后双方都念起了咒语，似乎谁喊来的木头人就会跟随谁。就这样一大堆木头人从平台下方涌了上，形成了两大势均力敌的队伍，不愿服输的两帮人在一号和四号命令下，双方展开了激烈厮杀。战斗到最后只剩下一号和四号，只见一号将四号拍打在地上，不愿服输的四号趁其不注意咬断其舌头，气急败坏的一号爆发出最后的愤怒，将四号撕死。而最后整个世界就剩下一号一个木头人，那些战败的都成了他的食物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食物也很快吃完了。当他再次准备念起咒语重蹈覆辙时，却因舌头被咬失声了，无法再获取同类，最后饿死在这个世界中。